我们先恭喜邱杰，这次在五分之一的世界赛硬地这一块拿到了一个第三名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次的比赛其实应该是小杰第一次出国比赛，对。那比赛感觉怎么样？这一次还算紧张，还算紧张。好啊，老爸应该更有经验啊。也是第一次出国比赛，两个都第一次。啊，听说这次出去比赛只有两位台湾人，就是两位。对，全部只有我们两位是台湾人。好好啊，第一次出国比赛，感觉在现场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毕竟那么多的国外选手，压力是不是很大？其实我们去并没有抱着要拿奖。好，要拿到前三名的希望，只是去感受一下那个世界赛，我的那个感觉啊，参与感，就是要这样子。那没想到我们在观察，第一天、第二跟第三天在观察他们大家来参赛选手的练习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应该可以，应该可以进入决赛。那后来到排位赛的三天的时候。我开始用心调车子，我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在前七名内完赛。好了，这样我发现对，有可能可以在。所以有去大概看一下对方的那个对里面的这些设定就对了。有去观察他们对方的一些那个车子的设定。就是在这一座赛道哦，像冠军跟第二名的，他们的车子引擎几乎是发挥到极限，引擎转速几乎是发挥到大概23000转以上的极限。那但是我们油箱比较小。你的油箱比较小，它规定的油箱是保险的，规定的油箱是700cc 的容量的。对对。那他们的油箱大概都有800cc， 因为新款的车，最新款的车，它油箱大概都是800。对对。结果我们的油箱才650cc， 那加油就比人家多次了。它规定加一次就够了。决赛60分钟，它只能够加一次700cc 的油，也没有可以更多的油给你。好，这是因为。每一个那个 Peter G 的那个工作人员啊，你就是一壶700cc 的油而已。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抓准那个时间，刚好把油几乎要耗完了，车子才进来加油。所以在第一次加油，其实风险很高的，非常高啊，因为我们的油箱又比人家小，比人家小。少了人家，基本就少了人家50cc 的那个载油量。对，那所以我在那个预赛，就是准决赛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高速的供油量要把它缩减，因为我必须要让它能够跑得完30分钟。刚刚先就有了。那后来，在那个准决赛的时候可以跑完全程，那我又要进入决赛，我又再把高速供油再放回去，再多一点点，让它的马力可以再提高，再多一些接出来，那我们只能控制在这样。所以它这个决赛总共是比多少时的时间？60分钟。60分钟。对。所以就是一次就是30分钟，第二次就是加满赌一把。对，加满就一个不小心，有没有回检查回来的油量剩多少？最后一趟，最后一趟回来的油量大概了，我们从油箱的高度来看，大概剩下3毫米的高度。哇，那真的蛮危险的。如果有一个翻车，可能就对就完蛋了。对。这个，要怎么讲？临场反应真的很重要。对，那个时候观察，我们只能用操控性，那弯道里面的速度啊，只能用这个来，不要让人家放得太远。那其实这部分哈，就会牵扯到跟选手，就是小吉这边的一个沟通方式，因为毕竟车子已经的转速对发布一样之后，其实选手操控上面会有很大的落差，那当时是怎么样去跟小杰做一个沟通？其实我跟小杰就，因为这从用那个 Mini D 来训练他到现在啊，我们就很有一个默契，就是说，他会根据我调的车子去改变他的跑法。哦，那手真的很快。他会根据我调的引擎跟那个悬挂系统啊，的那个。那个进弯的速度，他会去改变的。这个其实很厉害，一般是选手提出要求，技师帮他调成还要的。对，你们刚好是相反的。那我也会去观察他现在这一趟下去跑每一圈的那个车子的动态了。对。观察的时候，下一趟回来，我就是再重新调整过，再更适合他的操控手感的一个那个设定啊，再让他去跑。所以我们去刚到马来西亚前三天练习，我们几乎是没有在调车，
没有在调车，都我两个人就在嘻嘻哈哈，就看别人在调车嘛。好那其实那个时候我是要让他保持那个愉快的心，我们只是来玩，不要那么大的压力。对，不要那么大的压力。就所以前三天我就是都不调车，我跟他说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让他。其实是一个心理对 对，我一直告诉他说，我们不是要来拿奖杯的、啊，我们只是要来感受这个世界赛的参与。那我这样播出去，很多人就拍头，不是拿奖杯就摆在第三名的号。那当然，这个只是在安抚他的情绪，不让他紧张。其实实际上在一些细节还是有观察到，应该蛮多的。对，其实我是非常紧张的、啊。因为要把其他情绪给选手，对，反正让他心中还能上比较安定一点。对，因为全台湾去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而已，不管有没有拿名次回来，如果没有拿名次回来，可能被人家吐了一堆口水，丢人现眼，可能就有这样的。所以我是比他还更紧张，但是我不能把我的紧张的那个摆在情绪，对，不能放在这样，所以我一直告诉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不是要拿奖杯的。谢小弟。那当然，那三天我在观察其他的哦，国外选手的车况，还有他们的操控的那个操驾的模式嘛。还有，当然引擎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再来进入排位赛的三天的赛程的时候，开始我就有稍微开始做微调。不做大幅度的调整，那这几天我都大概都有记录，比如说冬季的温度、湿度、地面的温度、轮胎，我们的那个轮胎的温度，大概都有记录。所以在准决赛的前一天，刚刚好休息一天，在那一天我就才做大幅度的去做变动。说到这个马来西亚的场地气候跟台湾差异性有多大？因为听说那边蛮潮湿的，对，那边的空气的湿度是非常的，在台湾的几倍，好几倍。所以引擎调整上是不是可以锁进去一点？还不潮湿也不行，还不行。好你还可以，你还反而供油量这样，我们这是汽油引擎的，反而供油量要再多一点点。哦，是相反的。对，它反而以我们这个汽油的是反而相反。那轮胎的部分的挑选呢？轮胎的部分的挑选，其实。目前意大利有的 GRP 跟 PMP 我们都有带，但是 GRP 的很明显单圈的速度做不出来，对，没有办法做出来，就是说能够接近这个澳洲这两位冠军的速度，对，还有连日本人的我们都没办法跟到，所以决胜关键是在第几天都把它搞定了。其实是在准决赛那个时间，先进前十强再说。对，我的预算说先进前十二强，就是先能够进到决赛，再做第二次的大幅度的去车子的设定嘛。那幸好我们在准决赛我们在第二组，从第六位还是第五位出发。第五，你说什么车？半决赛是半决赛，对，半决赛的时候是从第四位出发。哦，那半决赛三十分钟完赛。他就已经拿到就第二嘛。哦，那这样成绩相当的。对，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这一次决赛的话，赛程是60分钟嘛。对。所以我就那时候改变策略，说后轮给他换硬胎。磨耗性才能更耐磨。对，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说，最后完赛验车的规定有一个，就是说完赛的时候你的底盘离地的高度不能低于6厘米。这样子啊。对。哇，那蛮严格的。验车算是非常严格，最后完赛我们引擎还要分解啊，看里面的，对，它要量你的缸径跟冲程去计算你的油耗，超过23cc 的就取消，就是取消资格啦。那这个真的是蛮严谨。对，所以昨天才赶快把这一颗引擎组起来啊，把这一颗比赛引擎然后把它组起来。那我们刚才听小天这样分析哈，那也知道不管是在心理上或者是车辆的设计上，其实我觉得是蛮有经验的啦。一般人可能去就是很紧张，那反而是要安抚小杰的一个情绪。那小杰这边在这一次出国的感想是怎么样？就这样一趟比下来，给自己打几分？可以说够吗？可以算100分了，就是现在是最满意的状态，对不对？对。那时候刚出去，赛时候会不会很紧张？刚开始是很紧张，然后来老爸会很搞笑嘛，对，就不紧张，聊天，然后就
就整个情绪就比较稳定一点，对，比较紧张。刚开始去的第一天下去跑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欸、自己怎么跟国外会有落差？有那种感觉？有落差，就觉得落差蛮大的。他说刚开始跑的时候，对，不管进弯速度还有引擎的动力。那有没有方法是说他们的跑法有什么样不一样，让自己去做一些跑法上的一个改善？有啊、他最喜欢国外的跑法跟你的跑法，你觉得差异在哪边？进弯的速度，进弯的速度，还有更贴的腿，对，还有那个油门的拿捏，对。那后来就是爸爸这边有帮你在做调整之后，是不是也感觉差异很大？对，就是差更好，更好，就是出弯那个进弯之进弯的放油门点可以更晚，对，刹车点可以更晚。这个场上整圈跑下来大概是多少呀？21.2几，21.2几。我们最快的是21点，做出来的当天最快好像是21.2几。他那个澳洲的是20点，20点，最快是20.48多，22.48多。哦，那他们真的蛮快的。对，这个速度，所以在差在引擎的动力啊，引擎的动力，因为他们那个是用意大利的那个叫什么牌子？阿爸的那个手工引擎。所以直线上面可能是直线，我们就很吃亏啊。OK。直线上还有出弯的加速，他们都是用那个多甩片的吸合器，所以咬合力会比较爆，对不对？也不是，它是出弯的加速有点像我们开手排车，有点在离合半离合器踩的样子，这样子。我们讲这个叫怎么形容？就是它比较线性，衔接性会比较好。对，它的衔接会比较好。所以它搬的传统的离合器是什么样子？原厂的就跟摩托车的鼓式的刹车啊，我一样的，就是比喻啊，一个是鼓式刹，一个是碟盘刹车。对对对对，比喻差在这样子。所以针对这两点的话，可能在下一次世界赛应该我还是不会用，还是不会用。为什么还是不会用？不习惯吗？还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引擎是我们自己改的嘛。对，我的改法是让扭力的输出是在很少，六千转到7000、8000转就扭力就最大扭力全部输出了。对。那他们意大利的改法是以高转速大马力，但是低转速它的扭力就比较 loss 掉。对，就 loss 掉，就没有什么扭力的。它变得靠离合器的摇。对。对。看一下。那以前我们也曾经就是说这样子改过啊，那一个缺点就是引擎它那个离合器高速的摩擦所带来的高温哦，传导到这个曲轴的油封，让那个油封融掉就漏气了。那在那个排位赛的过程当中，有一个FG 的厂车手，他的车子发生这样的情形。好吧，那天，然后他也是换那个，马上开始换那个油封，他要换离合器。那所以我们又带那种三百片的离合器也不敢用。了解。对。那我们问一下小杰哦，就是在最后决赛中第几位起跑的？决赛第五位起跑。第五位起跑，那在整个决赛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时间有落后，还是说一直在保持特别位置？有，就是起跑的时候，对，起跑的时候落后人家，落后，就是从第五位掉到差不多第七位的位置。那时候心里的感觉怎么样？会不会被就开始紧张了？啊，为什么有办法就从第七位这样一直坐下？因为毕竟这个五一的车，它只有加油一次，不像我们其他的，它加好多次，门数转因素很多。那其实五一感觉上，在下场之后，基本上是完全交给选手了，对不对？那你从第七，你这样一直追，那个心态的转变，自己有什么方式去控制？就说第七位呢，其实他当下蛮灰心的，因为想说前面的车这么快就可能追不上了，那就放轻松比赛，就比把完赛就可以了。对，然后所以就反而放轻松，就慢慢的从后面第七位追，又从第五位再追到第三位。所以他们前面几位是不是有密集或者打滑的现象？有，他们车子稳定性不太好。所以是反而是这样渐渐稳定，跟着上。对对对，就慢慢粘到他们的屁股，然后就超，然后就超到第三位。跑到第三位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多少时间？然后跑到第三位，大概是二十。比赛开始的20分钟以后，
那其实也还有剩40分钟哦。那你这40分钟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操控跟那个心态？因为其实你看跑到第三位，如果换我，我一定会很紧张，跑到第三位，本来那时候会乱掉。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我爸用无线电跟我说不要紧张，我立马把保持在第三位就可以了。所以老爸其实占了很大的作用，不管是在车子的调教、心理层面，其实都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建树，对不对？对，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他从第七开始上升，然后第六，那第五、第四，我就告诉他说稳定就好了，我们稳定就好了，不一定要拿奖杯，不一定要上颁奖台。我就跟他说，欧洲啊，他们这个评分居然超过30年以上。对，我说你才玩4年。可以进到决赛已经很强了。对，我觉得很厉害了，真的很厉害。那我跟他说稳定，我们要保持稳定，尽量不要，尽量不要脱鞋就好。那提到回国之后也蛮多的一些采访，那在未来的话，小邱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对小邱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跟规划？其实我们两父子啊，原本的规划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去参加完世界再回来，我们就不玩了啊，从此就不再玩遥控模型了。这个也太极端了吧？没有，因为他到六合高中遇到了一个好的班导师，是非常好的班导师。那这个班导师让他改变了对念书的心态，所以他回来开始，以前国中英文都是考那个个位数，对，他竟然可以考60分，高中英文竟然可以考60分。那我的想法说，那既然你想念书，我都要让你好好念书。但是训练了4年，不要放弃这一次世界赛的参赛的权利跟机会。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想法说，好，我们去参加这一次世界赛，我们就当做最后的一个玩遥控车的最后的一个那个最后完美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画在一个句点，画在一个完美的句点。哎，没想到竟然可以拿了第3名，创造一个奇迹出来。对，这下很难收拾，现在真的很难收，现在没办法收拾。他又再遇到，红木这个陈总，又遇到红木这个陈总，但是他又愿意给我们当我们的赞助商。那既然要玩，就玩大一点。既然要玩，我们就继续了。他就好好的给他玩下去。所以在红木这边，我想他有 GT 就有越野车，对，那应该这两个车款以后也有机会投入，对不对？对。OK， 因为衣服都穿上去了。衣服都穿上去。好，那应该就很快有一个签约的仪式吧？应该吧。其实我会建议啦，玩遥控车它很健康，然后小杰其实他非常有天分。其实在我知道他玩 Mini 就小有名声，然后玩一个月就已经干掉很多人。那我会觉得，既然遇到好老师，倒不如趁这个机会，英文这边学好，以后你出国去干，你自己有沟通的能力，对，就自己会讲。那你把你的兴趣跟你的功课两项都兼顾，对你以后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对，对，我是觉得这样很好。而且他这位班导师非常的支持，非常的支持他玩。那我有跟班导师联络，我说但是可能常常会要请假，他说没关系，请假他利用晚上的时间帮他把那课程补回来。我那既然这个老师真的很好，这个老师真的很好，那他们校长也很支持。我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放心大胆的放手一搏，放手一搏了。那我们问一下小杰，小杰自己呢，就是上比赛回来之后，对遥控车这一块现在有没有更有信心？有啊，绝对有。那我想从5-1啦，其实只要有一个底，再跨一个领域，其实但跨领域会差很多。可是我相信那个天分是存在的。其实1:5这个比例的遥控车是，其实它的超驾是比较困难，最不容易超驾跟调驾。对，因为它的重量有10公斤以上的重量。对，那它的轮胎的抓地面积跟1/8的平跑车是差不多的。哦，这样是差不多的。不要超乎一百是更，可能是更难的，可能更难。那现在回来玩那个1/8、1/10的那个油车，我相信对它的操控的手感来讲，应该是会反而是比较简单，对，反而是比较轻松。所以日后
的一个比赛，相信都会看到小杰在场。那我们先预定了哈，10月24、25的狂热赛，也希望小杰一起来参加，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恭喜两位，谢谢，谢谢。好，谢谢。